第八部曲第一回合，中二生合唱，友谊第一。但呢个组合咧，我其实有啲期望。佢哋同对 band 都好 enjoy。四个字，大将之风。但系新年新开始，十六强选手就要面对一位战友离场。其实我觉得有啲闷嘅。唔觉得你两个系合唱咯？中间 chorus 嗰度咧，其实系真系好嗌交。香港李众圣堂宝济院呈现《中年好声音二》，星期日晚9:30，翡翠台。